你再看一下，这都中午了啊！再看看这边的边牧哈，今天边牧不少来了，啥颜色都有。这是黑白陨石哈，陨石，这个陨石越分大了啊。这边还有个金鳊，拉过来看看，也碎了。这是金鳊哈，这是纯种的哈。咱先问问这个金鳊的价格，多少钱，大姐？1800。金鳊哈，要价1800，母的哈。黑白呢？黑白的，黑白1400。黑白的1400。你这样吧，这个最少多少钱？最低呀，按1600给我，母的。这个呢？一千二吧。你让先让力度太小了，多让点行吗？那你想多少钱要啊？我想多少钱？这个1200，那个800，呵呵，行吗？我都给你的都还不好。什么？有胆。有好几个粉丝找我要边牧嘞，你给我说啥价位？最低多少钱？这个？咱实打实的。1200。啊，再少不行了哈，1200。这样的黑白的都是800吧？这个呢？这个大的，这个价格高，这个还好看嘞，这个啊，这个多少钱？最低多少钱？这个？最低1800，1秒7。我上次买了个1560块钱，这是母的哈，这1秒7全的啊，这个就他说最少1800了啊。我再看看那一个，你咖啡是你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你的吧？这个你给我搞个福利行吗？最低多少钱？这个最低1000。好嘞，这个行，这个1000块钱哈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是咖啡的边牧哈，三通大微博了，这个看看，三通大微博了，微博都通开的，就是有点偏瘦哈。他说最少1000块钱了，这个有3个月了哈。看，哎呀，有点流鼻涕呗，这哦，有点流黄鼻涕了哈，这个，那还得注意嘞。黑白的有800的，有贵一点的哈。这边还有黑八哥，他家还有黑八哥，这个八哥给我看了。哎呀，看看这纯黑八哥哈，有没有喜欢的？咱来看看有几个好看的吧。你看这八哥都纯种的哈，这头盘多好。大姐，这黑八哥咋卖了？1800。黑八哥那么贵吗？啊。人家都卖8900，你卖1800，你。哪有黑的？那这样的最少是多少钱？这样的？腿搞了，买不动。搞了1400的吧。还有点搞。那不贵了，那再少不了。黑的那个很少见。黑的确实很少见，但是价位也不能太高了。便宜。价位有点太高了，你这样干脆900块钱吧。900不行，最低1200。最低1200，这纯种的呀，八哥。这也是根据品相来的，人那些八哥都脱花，你这个没有啊？咋没有？你这样一弄，他害怕了。害怕了，往后懂吗？这个还怪好看嘞，这要那黑的你看不出来呢。黑色的看不出来啊。行，他说最少1200了，他这几个黑八哥是不错啊，也有公也有母的啊，这几个黑八哥长相可以，边牧也行啊，边牧也可以，边牧他那轻微感冒应该好治得很啊，好治得很，轻微感冒，双月筒金毛。咱今天就这样吧，这边还有2条小狗狗哈，咱今天给那个粉丝说一下哈，这2条小狗狗哈都是公的哈，花泰迪疫苗打过2针了哈，都是公的哈，拿货价6米，谁要谁给我留言哈，你看这体型啊，多好看，看到来，抓住他的脸蛋啊，6米。行吗？6米，看还奶嘴的哈，嘴巴这里是白色的，就奶嘴的哈，还在闪电了哈，多好这2只哈，600，谁要谁先得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来关注一下啊，那边都是卡斯罗啊，这边还有卡斯罗、陨石边牧啊、大头金毛、双月筒金毛都有。
关注一下。